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要学编织。这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款镂空斜条蓝的棒针花样。那么这款花样完整的起针数啊，应该是16的倍数加8针，然后呢再加2针编针。但是我示范呢只起了18针啊，就是一组花16针，然后加2针编针，8针没有加上去啊。因为呢这个8针在单数行或者说在正面行的织法呢，就是这16针里面前8针的织法啊，所以这个已经囊括在里面了，我就不再这个重复去织了。好，花样呢一共是12行的循环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织法。首先第一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16针的花样循环去织，我们织两次，一反三针。这个第一次再织一次，一反三针。然后呢再一针反针加一针，保持现在上面就可以了。然后呢正针右上二并一，再5针正针，重复这16针循环去织啊，织到最后，比如说我们还要加8针，对吧？就按完整的这个起针数来说，加的这个8针呢，就是开头一反三针，我们织了两次，那这个8针呢，就是也是这样织，一反三针，一反三针，织两次。然后最后编针反针。第二行以及后面所有的双数行织法都是一样的啊，就正织正反织反，加针呢也是织反针。第一针挑这个是反针，我们就织反针。这个呢是加的这一针，我们也是织反针。然后呢这个是正针，我们就织正针，先绕下去，我们按规律把这行先织完啊。这个也是正针啊，双数行我这里就示范一次啊，后面就不再说了，反正大家按这个规律去织就可以了。好，来看第三行，第一针挑，然后重复去织的部分，一针反针加一针，这里我们绕一圈，然后织一个反针，左上三并一，穿三针织并针，然后加一针，绕一圈啊。这个我们要织两组，这第一组，然后第二组再一针反针加一针，反针左上三并一，再加一针。那么这一段我们也就是最后加八针，这个八针的织法啊，也就这一段。好，然后继续往下织，接着一针反针，一针正针加一针，正针右上二并一，再4针正针。最后编针反针。好，然后来看第五行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啊，也是一反三针两次，还一次一反三针啊，这个呢也是加的八针的这个织法。然后呢一针反针，两针正针，加一针，正针右上二并一，再3针正针，
重复这16针，最后边针反针。好，然后第七行第一针挑，然后这边重复一针反针加一针，反针左上三并一加一针，再来一次一针反针加一针，反针左上三并一再加一针啊，这个也是后面加八针的这个八针的指法，跟前面其实指法是一样的啊，基本上就是两行循环这一段。接着往后我们是一针反针三针正针加一针，正针右上二并一，再两针正针，最后边针反针。好，来看第九行挑，那开头又是回到一反三正，两组，再一反三正，这也是后面八针的指法。接着呢，一针反针，四针正针，加一针，正针右上二并一，再一针正针，重复这16针，最后边针反针。接着来看第十一行第一针挑，开头呢也是重复一反加一反针左上三并一再加一针，在这一组一反加一反针左上三并一再加一针，后面八针也是这么织。接着呢一针反针五针正针然后加一针，再正针右上二并一，重复这16针，最后边针反针。那后面呢我们就始终重复1到12行循环去织，我这里呢是织了两个循环后的样子。那么这个花样呢其实分为 AB 两个部分，这个是 A 花样的部分啊，八针，然后这个是 B 花样的部分八针。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它们拆开来单独使用啊，比如说你喜欢 A 花样这个部分，你可以把它用在你织围巾啊或织别的作品上面啊，作为边针来处理等等啊。那么 B 花样你也是可以拆开来单独使用的啊。好了，这堂课呢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